得全世界是只有站在这里，站在中国这里，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安心，非常非常的放心。这么好看的夜景，然后又这么安全的一个地方，我觉得就是此生不悔入华夏。我从台湾回来大陆啦！接下来我要在厦门这边隔离十几天，我这两天吃酒店便当啊，好好吃哦。但就是我有一点拉肚子，我想说，我不是才离开没多久吗？我怎么就水土不服了嘞？给你们看一下我房间有多好看。我这次回来是来探望我的外婆的，我外婆她已经94岁了，然后前几天的时候，我临时得知说我的外婆她终于照顾病了好几天了。台湾回来大陆啦！接下来我要在厦门这边隔离十几天，我这两天吃酒店便当啊，好好吃哦。但就是我有一点拉肚子。有一个洗手台，哇哦，哇哦，这谁呀？怎么这么好看呢？耶！刚好吃完饭来用一下这个小东西。好早之前他们就找我推荐这个产品，本来想说前阵子推荐给大家，但我不是有事情回台湾吗？但在台湾呢，我有一直在用它，就用了蛮长一段时间了，现在才拿出来跟大家分享。